买那个是要放哪里啊？啊？送员工一人一盆啊。然后要顾到送员工一人一盆。好 ，OK， 昨天本来要拍一部影片哦，那现在的话不拍，就是我们友军哥呢，他在前天的时候发生很严重的车祸。哎，友军哥，手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没有，现在好了，看不到了。友军哥呢，就是他在骑车的过程中呢，被一位就是送急诊的家长拍落哈，就是他开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友军哥经过，所以就把他拍落了。那友军哥呢，没有跟他求偿，只是提醒他们注意安全。好，那手的话伤势很严重，这边的话我就不细拍了哈。我们友军哥是个好人。哦，自从黑道离开之后呢，就一直从事个良民。OK， 我们谢谢他，祝福他。好了好了，低调，帮你低调。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祝福友军哥，谢谢他。